去飞机站就输。坐车就可以输。Then take the ramp ahead. Take the ramp ahead. Then keep left. 根本就还在停车场里面啊。西雅图。碎烂的。哦，没有。可以搓掉。哦，哇哦，坐下来就打电脑。这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哦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好漂亮哦，超漂亮，好漂亮。啊！
有沙发座椅耶。我锁门啊。不要说锁门。好，走，拿进去吧。嗯。哎，这个是，等下这个是那个，所以这是什么啊？这客厅。对，有客厅。那你们要不要吃热的？我要。你干什么好啊？我也要吃。我洗手的外面，在外面。为什么会有饼干？你看哪里？会很瘦。我先吃。大家不是吃都一样的。等一下，我弄一下。好多东西可以吃哦。我要吃汤面，跟台湾的应该差不多。跟汤面。今天我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这个。嗯、看一下你的。师傅有时候不能画到准。赞赞。还没吃，我看起来。你吃一口就要告诉你的感想。哇。很清淡，就这样。它这个很像那个捞的那个，就这样捞这样。面味很重，面粉的味道，汤里面都面粉跟鸡肠。你先，你不能用那个汤匙吃。知道。哦，就是关掉，就他们两个人讲，没有跟妈妈说，有一些时候的味道很像。So, 你都不喜欢啊？什么猫？哈哈。I'm not okay。好，下次你不要吃。我吗？我的面。那你会给这里几分呢？这家餐厅？一分。好，开的先加一百。东西真的很好。人家说我们太久没吃面了。我们一直在美食沙漠中游走，今天遇到了玉总。你要继续看吗？你在旁边看就好。哦，冒烟了。是氮气。氮气怎样？他在把牛干冰吗？对，氮气的干冰，应该吧。反正他刚才就把，他在把一堆混合物和牛奶混进去。哦，好酷哦。冰淇淋吗？对。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下次来吃吃看吧。走，我们先去大冲，我要买些东西。你要买什么？煎皮鞋。那什么猪？粉红猪小妹。一百块啊！因为很多人都骑在他身上，才不要花一百块买这么大只的神经病。为什么他是神经病？因为太大只了，阿爸家里一下子。然后从边进来就。为什么我不要花这一百块冤枉钱买一个？后来会好，走吧。好了，快点，赶紧来。走了。走。你们可以找到大冲在哪里吗？没办法啊。没办法。楼赖吧。你没有想对这台电脑做什么？滑鼠。那滑鼠很烂哎。是很烂。不要忘了我们主要目的。不对，你说我拿的。你要把手缩起来。走了。嗯。
有卖娃娃，一堆十块的东西，十块钱还蛮便宜的。卡片你要买吗？我觉得不贵啊，但是我也不会买。我也是啊，你有意思，完全用不到。看你们可不可以找到大创？你喜欢戴森的东西吗？戴森不是戴森啊。不是说你想要戴森的吹风机吗？不知道吹风机有什么比较特别。戴森的吸尘器。不知道。不用插线，然后小小一台，很轻，然后吸力很强。然后无声，最重要的一点。请问你们来这边干嘛？不知道，梦里啊。这边都是有 cup 的。我还是要去找大川。我去跟 Buckles。我不懂你的逻辑，跟他说，Buckles，然后就接过来，然后就把我推开，然后就冲过来。好，你们往前走，看能不能找到大川。去前面找。找地图或是找大壮。哎，为什么要回到梅西了？你要把他外套弄坏。大壮到底在哪里？这边有大壮吗？有，我看到。哎，阿叔，你进来。看到了。可是我有看到地图上有写。为什么那么欠打？在哪里？被你发疯的时候弄掉了。没有，应该是在。对，我今天找大壮。你说你四个。四个，然后就全部都被你弄丢了。你已经弄丢一个了，你是全家第一个弄丢的。哦，那你一直拿去玩。我快点还你。哪有？你一转。你要骑这个吗？十分钟八块钱。耶、yeah, 找到了斜角巷。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价钱，有的是1块钱，有的是1.5块，有的是2块吧。文具啊，你要吃吗？我要吃后面，你后面这些。但我自己有底薪，反正这里还有底薪。还有底薪，我都哈。我忘记了。1.5块，对不对？还蛮便宜的嘛。我记得那个。去结账了。你要 HB 的。HB 的底薪。